一大瓢粉圆搭配黑糖汤浆和叉冰，五枣味粉圆冰大口吃下去，粉圆 Q 弹清凉又消暑。一大碗只要一个铜板10块钱，仙草切丝同样做法，也是只要10块钱，超级无敌铜板价，加一样料多5块钱，超便宜。我们昨天在网络上面看到的，但是很便宜啊，料好实在啊，之前有了吧？ 高雄市区10元粉圆冰数十年没涨过，黑糖八宝冰也只要35元，里面有荤桂、芋圆、粉条、粉圆、豆类等等8种料，分量超满足，也让大家有一个生活一个小确幸。如果喜欢吃荤桂嘉义市这间七彩荤桂冰可不能错过，有原味黑糖、珍珠奶茶、洛神等等口味，6样料45块钱，8样55元，超便宜的耶。 超级便宜的，而且就是吃出来很用心。我见过就会来买了，天然的原料下去做的。嘉义市还有这间不起眼的阿婆冰，开在市区，价钱却很亲民。八宝冰像小山一样高，糖水一大匙，完全没在客气。最早只卖15元，现在涨到25块钱，但依旧超便宜。民众只要花少少的钱就能买到消暑小确幸。记者宋北辰、侯文、王书宏，高雄嘉义报道。有三种版本的这个 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。哪里买呢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